憋屈，是真的憋屈。我的外媒在中心岛立足下来，这又给我传送到了废墟来，这是谁也打不过，谁都能欺负我，欺负人也不带这样的，这哪里是做的生存实验，这明明就是看小白鼠闹笑话。阿基，没事吧？刚刚看到迅猛龙朝你过去了，我还没来得及提醒你就没了。这附近的植被长得跟以往都不一样，素材的掉落让我有些不确定，感觉需要花些时间了解一下。我刚看了一圈，荒岛上的植物这基本都没有，都是一些全新的植被，而且都大得有些惊人，感觉徒手撸起来太难了。借坐一下。什么声音？嗯，这是什么？长兔耳朵的恐龙。看什么呢？长兔耳朵还会说话，狗剩快追！我感觉这家伙是重要的 NPC。兄弟别跑，我问个事情。嗯，这是什么？恐龙蛋？好像又不是，竟然还有条纹。说起来，最近是不是要到复活节了？复活节？外星人还过这种节日？不过刚刚那个小东西到底跑哪儿去了？哎，找到了，小东西，问你个事情，你知道这里是哪里吗？不知道。哎，别一言不合就逃跑啊！你看，你还带着兔耳朵呢。阿基，你为什么要追着它不放啊？狗剩，这就是你不懂的。一般正常恐龙会出生就带着兔耳朵吗？很明显，它不是一般的恐龙，要么是外星人假扮的，要么是外星人派来的，反正肯定跟他们脱不了干系。我们一定能从它嘴里问出什么的。小东西，我知道你肯定知道些什么。我不就是路过吗？你别追了，你与其追我，不如好好想想怎么活下去吧。这个世界可没有以前那么简单了。什么意思？你果然知道些什么？你给我说清楚点。消失了。他刚刚说那话什么意思啊？这个世界到底藏着什么？阿基，那个恐龙怎么突然消失了？不知道啊，他说了一些我无法理解的话。狗剩，你干嘛？等等，阿基，我的身体怎么不受控制了？别急，我来帮你。啊！这不怪我。怎么回事？刚刚那一下，我竟然就控制不住自己的力道了。这个世界果然。